小朋友的爸爸还会抱着妈咪。哎，不是，全全也不是所有人聊天抱着呢。你们要乖乖的，不许再吵架了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心情你太过分了啊！哇，钢铁侠，你怎么可以未经我允许擅自把全球的房间弄成这个样子？新奇说，钢铁侠有自己的秘密基地，这就是我的秘密基地。哦，现在他说什么你都听啊？哎，我之前跟你说的时候，你怎么总不听呢？这是全全的房间，只要征得他同意就行了，是不是全全？床单。你过来。这个咖啡机又是怎么回事？本来想换个功能更大更全的，实在你家太小了，只能勉强先用这个。你放心，随便用，不收你钱。那还真是委屈您了啊。为了我儿子，我不委屈。热水器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见了，最新的智能款，恒温零冷水，我跳好久呢。我问你这个了吗？我问你为什么把我的给换了？上次那个坏了，你忘了？那个不是坏了，那是因为它一次只能烧那么多。还有，你在我家里贴这么多防撞条干什么呀？你也太不了解全全了，全全早都过了会撞到这些边边角角的年纪了，你把我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我只是想让大家住得舒服点，怎么了？你要搞清楚，你只是在我家里暂住，你只有居住权，你没有对这些家具的支配权。合住协议里没有说我不许换家具这一条吧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不许换家具。你们俩是在吵架吗？没有啊。好可怕。全全不怕啊，爸爸妈咪没吵架，在聊天呢。对对对，聊天。你们骗我，聊天才不会那么大声呢。全全，我们是在大声的聊天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可是幼儿园小朋友的爸爸妈咪聊天的时候都会手牵着手。爸爸妈咪牵着呢，你看。对，牵着呢。幼儿园小朋友的爸爸还会抱着妈咪。哎，不是，全全也不是所有人聊天抱着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全全。你们要乖乖的，不许再吵架了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知道了。这些大人啊，可真不让人省心。